九龙山森林公园，票价是10块钱。我已经进来了，我现在在这个南湾炮台，第一个景点就是这里，爱国主义教育点。这里啊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，鸦片战争的时候啊，这里发生过激战，就在这个地方。炮怎么没有看见？炮应该是往这个外面轰的。我们去海边看一下，最好是能看到大炮。就在这里，应该是朝着下面轰炮的。现在树长得比较多。好了，炮台应该就在这里面。建于光绪20年。天下第一炮，厉害了，给你们拍了天下第一炮。就这个炮台，厉害了，这个炮台感觉现在还能发射出去，如果把这个炮清理一下的话。这个地方往外轰，厉害了炮台。有好多螃蟹。